给我生哥哥，我不会生哥哥。哼，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们生哥哥？我妈妈说她不会生哥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妈妈会生哥哥吗？好想要哥哥。我可以当你们的哥哥。黑眼魔王，你能当一个好哥哥吗？当然了，不要小瞧我，我一定会去通货王国最高的哥哥。那要不然就让黑眼魔王当我们的哥哥试试。好，我们同意。黑眼魔王哥哥，我饿了。正好我也饿了，给你金币，你去买点吃的吧。妈，你是哥哥，不应该你去吗？对呀，我是哥哥，你不应该听哥哥的话吗？快去吧。哼，哪有你这样当哥哥的。呆宝弟弟，不许看电视，关掉。哦，我才刚开始看呢。看电视对眼睛不好，你出去玩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要看电视。不准闹，再闹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不要理你了。你走了更好，继续看电视了。作业终于写完了，出去玩会儿。小雪妹妹，把这些作业也写了。这不是哥哥你的作业吗？哎呀，哥哥也是为你好，多写点作业，考试的时候你就能考得更好了。我不要，自己的作业自己写。你到底写不写？你不写，我就把你的作业丢掉。黑眼魔王，你真是个坏哥哥。黑眼魔王，我不要你当我们的哥哥了。我这个哥哥当得不好吗？一点都不好。哼，哪里不好了？我可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是不是一个好哥哥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发送5告诉我。如果大家觉得黑眼魔王不是好哥哥的话，就发送6或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吧。